哥，快看，这边有一条大鱼啊！是呢，我还没注意到呢。什么鱼啊？这一条，这条鱼好大呀！弟弟，这是鲨鱼啊！我们把它拿回家，给它做着吃了吧。我们不要吃它了，不要吃它了。如果朋友们给的爱心多了，给的评论多了，咱们下一个视频，弟弟咱们把它掩埋了，不要吃它啊，不要吃它。我同意。好嘞，好嘞。